哎，大家好，这是 Shinix 为大家来《生化危机2》的游戏康视频。我们上一期呢是开始进行 Claire A 线的开荒，虽然说是开荒，但是我们应该是由于是有了之前的一些经验啊，所以说现在呢是可以是进行的更加的流畅些。这样我在想，如果要是说我们打得更加的特别流畅，不走冤枉路的话呢，可能这边呢，我们可以是现在先暂时不来，因为是那边的那个门呢是没法儿硫酸弹，也是没法和火焰弹是吧？那边的门现在没法开，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毕竟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解谜，这解谜呢现在拿到之后呢，应该是可以回去的路上应该是有个箱子可以存起来，这个应该是 net。这个是 RG。这样，这个会给什么？还是哦，快速装弹器，好吧。尤其是我们这边有的，等于是我预购的时候送的这个武器啊，感觉上。快速装弹器可能对 Clare 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吧。它的起始武器是一个5发的，那好奇怪，我明明是朝着那边摁前，这个 Clare 居然会横着往左走。它的起始武器尤其只有5发子弹，所以说应该会更加的有收益一些。这个写的是。装弹时间，这我装完之后会不增加，不会增加弹容量，好吧？把这些东西存起来，我们接着往上探索。你应该有个子弹吧？楼上的话。这个地儿呢？这个门，我觉得这回我就不打了。这是 cap。火焰弹。这是那个保险，便携式保险箱。这个说实话呢，我不是特别擅长，但是我们试一下吧。一，等于是这个 B1C，这个是什么？A1CA2，然后是四。B1CA24D，我原来用的是应该是都是12345678这么来算的吧？每次我的解谜的怎么说呢？方式啊都在一直在变。这地儿的这个人实在是太烦了，怎么？这是什么姿势？这个是什么来的？DCM。冲锋枪子弹。是一个 leaker，
嗯，火药拿不到了，这个也拿不到了。但是前面有一个腰包是可以拿两个物品是吧？像这个人。这人等于是会掉下来。我在想，之后这个人应该会直接复活吗？还是怎么着？我现在可以，不可以？好吧。Claire, it's Marvin. How fast can you get back here? Why? What's up? I've got something to show you. It's important. Hurry, I'm on my way. 好奇怪，这边的这个他的对话是进行的时候，人物是没法进行快速的移动。这人比较慢。那边的东西我们应该是拿了吧？There you are. Come here. What is it? Take a look. Oh my God, he made it. You know him? Yeah, it's Leon. Kennedy, I think. The rookie. Thought he looked familiar. You can make it to that courtyard, the second floor, east side. Okay, thanks, Marvin. I'm on it. 有意思。等于是 Marvin 是先是肯定是知道 Leon 要来，但是并不是说是完全知道 Leon 长得，我说是没有第一眼认出他来吧。这个可以存起来。我们有绿草药吗？有。这个存起来，子弹存30发。这个按键先存起来，因为我是一会儿需要。看一下啊，这个把这门开开，然后回二楼那边还有一个雕像，还有一本书。我呢是把。这个东西呢是调好到相应的位置，之后呢会，因为之后会用的，把地图拿了，然后先把这个独角兽的解谜先做了吧。独角兽的解谜是双鱼蝎跟水瓶。这是个什么？这是一个火药。但有个问题是，
还有，这还有东西吗？那边有手枪子弹哦，之前应该是不够地儿了。其他的应该是没了。那个人可以封上他。要往右走的话，是可以激活 Leon， 然后把这个搁进去。路上应该是有那个雕像，还有卡是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没有必要东西给它存起来，比如说这个刀子，这个火药，这个书倒是会用到，这个木板可能需要用的时候用上，钥匙应该也是会。还有那个黑桃的门吗？整理物品，果然是没有用了。这儿有僵尸，一个卡，一个宝石的东西，这应该是我们之前读过至少两次，这个组合起来，哦，把这个使了，珠宝盒我不太清楚在什么地方啊，想不起来了。不过起码每件物品做什么，只能都是能想起来。别的这个房间是显示已经探索完，我们就不去再管它了。这地儿能捡东西吗？没有，哦，有个草药，我是记得有东西可以捡。Hey, Claire, Leon, I'll be right there. Leon, we really gotta stop meeting like this. Are you all right? Police chopper, it just came out of nowhere. Yeah, I'm fine. I take it you don't have the key. No, I don't. It's good to see your face, though. How are you holding up? Hey, I'm hanging in there. Hell of a night, huh? Yeah. Did you find your brother? I did, actually. He's...Just when you think it can't get any worse. Leon, you should get going. Don't worry about me. Just get yourself to safety. 我现在这个剧情是看了第三遍了。They're getting through the fence. Please just go. We're gonna make it. 看了 both of us. 算是看了第三遍，当然说这等于是前两遍 Leon 是在门里边，还是感觉。为什么这么高兴 ？Hey Marvin, this is bad. I've got zombies everywhere. Marvin, Marvin, are you there? Marvin, God, you gotta be kidding me.哪来的？
我印象中这个窗户是一直进人啊，所以说堵上是没有错。这个可以使了。然后我右边还有什么能探索的东西吗？人好烦。闪光弹，还有一个草药。这人我觉得可以封着他。哦，还不太对，这个东西我要先拿这个 fuse 才行。人是没有计划好，不过是可以有其他的解决方法。人是那个小刀在那个僵尸身上，我们要记着夺回来。然后这东西没有用啊，这个留着，这个呢我觉得就直接存起来了，小刀到时候拿着。然后这个备用零件到时候会使到，这东西呢直接给它存起来。还有什么？还有一扇门是在哪里可以开？我现在暂时想不起来。我先回去把那个房间需要拿的东西呢是都拿一下。You asshole！ 是哪个人？是你吗？ Shit！ 是你。我需要你的小刀，主要是。之后还有什么？这地儿有个把手，有个火药。像这个地方应该是探索完了。没有用的存起来。草药可以存起来，这东西不太清楚。这是做什么来的？哦，是要去二楼那个地方。去二楼的话呢，这两个会先用到，这个到时候会用到，这个不太清楚会不会用到。总之先这么着吧。想看一下 Marvin 会有。Okay, I gotta hurry. 只是角色不一样，所以说他的对话应该也是不太一样。这个人不太清楚还有没有脑袋。有二跟三。二有用，这个三没有太大作用。208，先弄二。像10，有102吗？还有208。
可以发射火焰弹及硫酸弹。没了。完蛋是厉害很多。我们听见奇怪的声音。哦，这是楼上那个女警察她起来的声音。这个是在什么地方用的？还是想不起来。在楼上需要这个圆饼，打开之后应该会到 Stars 办公室是吧？应该是，我觉得这火焰弹存起来吧。人呢？为什么在这么奇怪的一个位置？我在想，把这个东西弄完之后，我右边那个僵尸会翻出来吗？不会。这里面没有东西。地图的话，告诉我这边是已经探索完了。这边呢，会遇见第一个 Leaker。甚至是可以直接是无视掉它。电池是一定要的，然后这是9057的密码是吧？还有什么？这个现在是没有办法。这里面是什么？哦，冲锋枪。这儿呢，一个闪光，一个草药，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急救喷雾剂。这儿有一个，我有火药吗？我有火药，我可以调硫酸弹。我总是觉得 ，Licker 是怕硫酸弹。就是真的可能是错觉啊，就是 Claire 的武器真的是比 Leon 的要强了很多，等于是直接就两发，可以是完全是出硬值。这就是我打原版的生化危机的这么一个给我一个感受。原版的生化危机 Leon 没有升过级的散弹枪，打 Licker 是不太稳定，这个我是知道，但是没有像之前我使的时候感觉上那么的难打。这个闪光我觉得留在这儿吧，我想把这个红草药拿走。想把这条路解锁了，然后我们现在能做什么？获得了没有起爆装置，等于是需要找到这个锁链的门是吗？这个锁链的门，
我当时是带那个 C4 的话需要起爆装置。一楼的哦，一起爆装置在这个地方啊。火焰弹，这会用到，这倒是会丢掉。火焰弹我甚至觉得可以存起来，就是以防万一，可以拿一个榴弹发射器。其实小刀都可以存起来，我就把小刀存起来吧。还会路上遇见 Licker 吗？会的话我觉得还是用榴弹，我是组出了三发。榴弹打 Licker 应该是很好使的，大概这么一个组合。等于是去把怎么走？办公室外边，不对啊，指挥室的门吧？对啊，应该是指挥室的门。这前面还有人吗？刚把小刀拿走，我没想到直接就是我朝他打爆头攻击，他直接无视我，我没有想到。这样，这个是那个 cat。还有个木板，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通道啊，我觉得我可能是不会用到，所以说我就不去那边了。这样，前面有个暗房。然后可以从这儿去三楼，应该是没有问题。唯一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受伤了，我觉得我直接加下血吧。啊，我好像有个草药。然后 Stars 办公室里边还有一个那个，保险起见，我带一个急救。然后这些木板我想用到，总之是在原版中你可以放下这个铁栅栏门的那个地方，这可能存起来。我感觉上在轻度短期内用不到，虽然说比较熟悉了，但还是会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能把独角兽的那个独角兽还是女神的徽章拿到。之后我就不太清楚会发生什么，感觉上就是没有新的可以探索的地方了。那个钳子已经是拿走，我感觉上会直接能去的地儿应该是都去了。Stars 办公室的这个雷的话呢，我到时候回来的时候可以是拿到，现在是没有必要。这个
其实我应该去把这些钥匙是哪个钥匙是什么门，我应该是先去对话着。这好像是一个，那是那个 Diamond 的门吗？还是什么？记不太清了。但我觉得那个地儿不是很难去，从图书馆走就够了。看一下时间，这期差不多正好结一下。这边由于是已经是第三遍打这边这个地图，所以说会比较熟练。赶上速度是快了不少，这样我觉得这个节奏是不错的啊。不过由于是时间关系呢，我们这期就先录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